世联赛惨败波兰队，中国女排输球真正原因得到揭晓，球迷看懂蔡斌果然留了一手。大家好，我是直言，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。这一期视频呢，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。 聊一聊，在世界联赛当中，咱们中国女排遭遇惨痛失利。那么，在世界联赛首场败仗输给波兰队之后，球队输球真正原因的一个解读和揭晓，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整体情况的出炉，也让大家能够看明白中国女排为何会输掉这场比赛。 同时呢，也让咱们对于中国女排未来能够充满更多期待。那么也证明蔡斌教练留了一手，咱们中国女排绝对是未来可期。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，也支持我的看法，不要忘了给视频点点赞、点点关注。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女排、更多喜欢中国队的球迷朋友都能够看到这条视频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言归正传，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女排，聊一聊球队在世界联赛的比赛消息。 那么，首先我们都知道，目前世界联赛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。而在昨天晚上，咱们中国女排球迷却是收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。 因为咱们中国女排作为本次世界联赛表现相当强势的一支球队，那么在此前六场比赛全部获胜的情况之下，昨天第七场比赛去面对波兰队，中国女排却没能够延续球队胜利，最终在比赛场上零比三非常惨痛的输掉了这场比赛，付给了波兰女排。那么这样一个情况，的确让中国女排受到了外界不小的争议和质疑。 尽管我们看到这一场比赛，中国女排在场上也是拼尽全力，阶段性的也是打出了相当强势的一个回击表现，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够拿下胜利，这一点的确让很多球迷非常遗憾。而且另外一个层面，随着赛程的深入，那么中国女排还能不能够去强势的崛起，还能不能够在后续的比赛里很好的调整自我，打出另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呢？这也是很多球迷所在意的一点。 但是实际上，如果咱们仔细去剖析昨天晚上中国女排输球的原因，那么可能很多球迷就能够去释怀了。因为呢，我们看到昨天啊，中国女排其实在场上，我们是和波兰队整体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，对吧？虽然说在首局比赛当中，波兰女排利用他们的身高优势，给了咱们中国女排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。 给咱们的队员在场上带来了非常大的心理影响，但是在此后，我们看到中国女排在蔡斌的督导之下，能够予以还击。只要我们在场上能够去铆定自己的战术实力，那么在场上坚决的去进行球队的串联配合，中国女排就能够去和对手。 打的你来我往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，在第二局的比赛里，我们看到蔡斌当时是换上了徐小婷，换上了郑怡心中国女排当时是打出了阶段性非常好的表现。那么当时中国女排由于二传的人员轮换，也是让李盈莹在场上火力全开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。 但是在此以后，我们看到蔡斌教练他是主动的替换了球队的主力二传，让刁林雨继续回场，那么导致中国女排这一场比赛确实整体串联又是下降了一个档次，最终输掉比赛。所以说这也是广大球迷在比赛以后很大去诟病蔡斌的一点，认为蔡斌呢固执的去使用刁林雨，才会导致中国女排输掉这场比赛，导致我们不下球，对吧？ 但是呢，实际上我们说蔡斌教练作为中国女排的这样一个主教练，他能不知道场上整体形势吗？从比分上，他看不到咱们中国女排连续的在场上，李盈莹在徐小婷的配合之下，能够打出更加强势的进攻吗？所以说这一点，整个教练团队在心理上是有着一些预期。那么对于这场比赛，其实蔡斌教练更多还是想要帮助中国女排去找到问题。 而且另外一个方面，那么女排在这样一个常规赛阶段，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战术、所有底牌全部亮出来的话，那么打到后续的半决赛、决赛，中国女排该如何去应对呢？所以呢，其实通过昨天比赛场上阶段性的表现，我们就能够看出中国女排还是有着更多强有力的后手牌。那么蔡斌也是为了世界联赛后期能够去加码而去留了一手。 因此，中国女排球迷完全不用担心，而且通过和波兰队这样的一场顶级较量，也是增加了中国女排在场上克服困难的决心。那么，让咱们中国队能够以更好的状态适应到后续的比赛。最后呢，我们也是一起祝福中国女排，我们也是期待着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，中国女排能够打出更加强势并且亮眼的表现，给到全国球迷更好的一个惊喜。 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就聊到这里。喜欢听之尖聊球的朋友，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、关注。有问题呢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讨论体育新鲜事儿。下期咱们接着聊。